到辽宁之后呢，慢慢又找回了自己的感觉啊。差不多，翻身的投篮，好难度啊。嗯。还是阿布杜左手的或者反超，又把膝盖换上来，对，再给到外线这边阿布杜沙拉木三分球，哇，他自己心里虚虚，因为他没优势，好球漂亮，还是手联防，嗯，又空，哎，这个球好，快时间你要抢分了，对，要抢分了，阿布杜外线的三分球，好球，加上他们有这么好的射手啊，这陈林坚，哇，周琦打高低位，篮下反手上篮，啊，敏锐的捕捉到这点，一个联防，挑高弧度，好一下赵继伟，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是一个道理，哎，好球，进去了，背传，啊，大欧史还能保持住或者起码咬住的话，就后面还是有希望的啊。打面具有点耽误他手感，对不起，单手传球，啊，不起，这也太难了，进进去，再给阿布多，嗯。外线的三分，协防再往外给。这球啊，也是因为在失误的边缘啊，当时新疆队都好次再找阿布杜沙拉木，没有转换机会了，再打阵地战，终于是换回了丁人，好球啊！一个错位，对，示意拉开，转身投了。刚才预兆出来第一下，阿布第二下，漂亮的出了。而施玉臣给出去了，这球就误会了。周琦后转身，好球。邢继坚的技术太好了，对。好，阿布多，这个放的大，大的破的不是很好啊。对，是。这球托阿布多，特点就是对前场篮球的这个捕捉。嗯啊。哎，对，说你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进攻方式，他在后面等着呢。哇，哦，看新疆能不能把这比分反超。外线阿布多沙拉木，四打三，阿布多沙拉木，好球，多打少。阿布沙拉木过来三分，哎，外边呢也没有这个，就是身高啊。好，赛季应该说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内球员，对，场均的得分也是最高的。好球，这也是同样的一个。我阿布这边反打了曾经旭一个，反接，选择并没是太合理。阿布三分。到第三节来先发啊，嗯，阿布杜再试一个三分。